简单弄一下哈。那等一下呢，你们做好的，我建议各位你先存档。那做好，你先把它原始档先存下来，好 ，UFO， 你先存下来。那这样这个以后你才可以编辑嘛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我们待会儿要拿给 GMaker 用的，它只支援 JPG 哈，所以你来这边网路影像最佳化，你可以找到有没有 JPG， 好，你就把它储存起来。这样你了解吗？好，好，那我把它存起来。好，现在存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这边试看看哦。你看哦，你在这边哈，你在空白地方按右键，有没有增加空白页？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先增加页就好了哈。好，那你按一下编辑页面。好，那我们照片已经准备好，所以你就添加图片。好，你就找一下。好，我们刚刚准备好，因为我刚刚做的就是跟这个一样大的，所以我就直接叫进来就刚好。那各位呢，你如果有视讯的可以这边加。好，那我现在呢没有视讯，但是我们上次有跟各位分享一些那个什么 Flash 的图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在这里？对不对？你看这里面的话，这个 SW 里面有蛮多的，蛮多的哈。那你就可以找一找，比如说这个就属于特效，特效在它里面称作就是那个 Flash 哈。好，比如说你看我们这边就找这里，好，就这一个，没有看过就 Q 了哈。你要推谁？最多我们要骗 Q 嘛，我们就二百嘛，不是吗？哦，你们都很残忍的，这蓝牙上的，你会觉得它刚刚太小，就是这个稍微缩小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在叫爱的教鞭不能太大只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好了啦。哎，刚有抽到的话，里面其实有很多啦，你们自己等一下去玩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这样意识到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好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去哪的？那你可以先预览看看。有没有？那因为我只有页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翻页了。这样你了解吧？好，那你们如果说你希望有点音乐的话，你可以去找。它只支援 MP3。那 MP3 你要去哪里找？我记得好像跟你们介绍过嘛，德式工厂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你们不是很多人会去那个 YouTube 找一些比较你喜欢的音乐啊？那个影片对不对？影片如果下载下来了，那就可以用德式工厂在做转换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讲过。没有。那是我的错了，对不起。这个我记得我好像讲过，没关系，那你们先找一找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这样，那当然呢，这个你们这个作业呢，我已经有帮各位拍好了。你们的是乙班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甲班嘛，拍手拍手，甲班，你们是作业六。好，那你要带什么档案进来？一个是 GMaker 本身的档案，这个呢叫做它有一个叫 GM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不是有保留这个原始档吗？好，你就交这个原始档，就是你交两个档案，一个是电子书的哈。那我先把画面传给你。